么热热热，新奇的话题 ，Yes we did it。没地嘞，没地嘞，什么？不管是天意 ，Got it。这是你，阿木。也许危险越需要加速，我的泥鳅到越过地球。星星在夜里，俯瞰着蝼蚁，身后的白塔超我几万公里。警告所有人请撤退，今晚要攻破这堡垒。谁来了？背后的故事。我们冒险计划其实当时真的玩的特别的开心，我们整个氛围也特别好，而且我们排的很快，你知道吧？我当时我是我们组里学的最慢的那一个，我当时甚至都怕拖他们后腿，我都有点郁闷。当时你开始翻译了是吗？来，我看一下你怎么翻译手语。来，这是我们的手语老师给那些不能开声音的同学看的。我说慢一点。当时呢，我们冒险计划，因为大家都很强，学的都很快，刘宇学的很快，然后呢我学的是最慢的那一个，我当时就觉得好烦啊，为什么我是最慢的那一个，然后好多律动我就还要练，人他们一下就会跳了。但是后来等跳熟了之后，然后大家就都学的很快，然后这个舞我们就跳的很爽，每次排练都跳的很爽。